你们两个都要走啊，就留我一个人。你跟我们一起走呀，你跟他离婚吧，那个人真的太可怕了。离婚哪有那么容易啊？ 太太回来啦，你晚上在家吃饭吗？你在干嘛？ 你想要干什么？江鸿斌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要是不同意跟我离婚的话，我会让律师找你谈。你非得这么胡闹下去吗？是我胡闹吗？你利用徐淼的事情打压我，控制我，你就是逼着我回来求你。我告诉你，这次不可能如你的意了。徐淼出去了，他没事了，工作室我也已经关了。 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就是要跟你离婚，你控制不了我。我控制你了吗？我只是在关心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，踏踏实实的在家里做个好妈妈、好妻子呢？发生这么多事了，你还能说出这种话吗？你伤害我的朋友，你让我去给你当好妻子、好妈妈。 我不可能跟你这种人生活，我更不可能给你这种人生孩子。我这种人，我什么人？我花钱养着你，哄你开心，你反过来说我控制你，你非得这么折腾我吗？恶心我！江鸿斌，你人格已经扭曲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个变态，让开！回来，江鸿斌。 变态，啊！这次变态给你看！嘉诚，嘉诚，嘉诚，我想做什么就越让你做。 太太，太太，江总说他饿了，想让您给他做碗莲子羹。江总说您做的比我们做的都好吃，莲子、银耳我都给您泡好了，太太，您做好了给江总端去吧，他在书房等你呢。